欢迎观看 MG1P 系列 M 加模式操作教学视频。首先，将飞机药箱加满，打开遥控器主界面，点击执行作业，开启喷洒，将管内的空气排出后关闭喷洒，解锁起飞，操作植保机飞至地块边界，在遥控器界面左侧点击 M， 选择 M 加，进入增强型手动作业模式。根据实际作业情况，设定好飞行速度、飞行高度、作业航距等作业参数，向前拨动摇杆，植保机保持匀速直线向前飞行，自动开启喷洒。飞至地块边界后，点击向左横移，飞机自动横移一个作业间距，然后向后拨动摇杆，植保机保持匀速直线向后飞行。植保机飞回至地块边界后，继续点击左横移，重复以上喷洒作业动作，直至目标地块喷洒完成。感谢观看。